Yeah. Yeah. Yeah, it is really different here. Yeah. Yeah, but, you know, the hardest thing is probably just not being able to speak to anyone, you know? It's difficult. Yeah, but I'm getting by. Yeah. Yeah. Yeah, yeah. Okay, well, the elevator's here, so I'm just gonna, I'm gonna get it, but it's probably gonna cut out, so I love you too. Yeah. I'll talk to you soon. Okay, bye-bye. Thanks, Sheldon.谢谢，其实你更可爱。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吓到你的，我就是，我叫大飞。王飞，我可不可以请你吃个便饭，就当弥补一下。 北京人吗？我是杭州人，在北京工作。你呢？我是，从一个小小的地方叫圣托马斯。美国吗？是加拿大。那给你看一下。加拿大。我有朋友在那边说，那边很冷。 人也是冷冰冰的。哦，没事没事。哎，你有好多钥匙啊！我喜欢从我旅游的每个地方都收几个。我是个收藏家。但是为什么不是收藏硬币呀？ 还有冰箱贴之类的。我觉得钥匙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可以释放被锁住的东西，可以让人走进新的世界。中文还不错，在哪儿学的？ 在大学里学的，但是我从小就开始喜欢中国，而且我不只想当一个老外。你喜欢北京吗？太热了吧，It's too hot。呜，那个污染很严重吧，而且到处都很挤，好挤啊。那你应该去香港看看。那个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厕所。 是没有卫生纸啊！你应该自己带卫生纸啊！那要是忘了呢？这不能忘啊！那真的忘了怎么办？这真不能忘。所以这里就压根儿没有你喜欢的东西，对吗？ 你来这里做什么？哎呀，出租车司机说了，这菜评价很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你为什么要来中国，来北京？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嗯哼。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能相信的人吗？当然。不，我的意思就是，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100%能相信的人吗？嗯，其实你永远不能100%相信一个人。那如果不能完全100%相信一个人的话，你为什么要跟别人分享你自己的事情？你想啊，如果你什么都不说憋在心里的话，会憋坏的。我值得相信吗？ Do you speak English? 嗯，能相信。所以你的秘密是？我有个女朋友。这在中国不算什么秘密啊，看你那色眯眯的眼睛就知道你肯定有。其实她是我的外婚妻，我们要结婚了，恭喜。但是我忍不住骗她。骗什么？别的女生。收藏家。所以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办？不做什么。 Good, I'm glad.